那另外就是金恩上一次其实是背靠背出赛了，经过开箱的大三元成绩，准大三元成绩之后，今天的双位数的得分呢，篮底下沃特斯拿下分数，一个人超球，一个人持球上篮，这真是很少见的状况啊！但是很快的，吴永胜在中距离跳投还以颜色，猎鹰队的攻击火力依然相当的旺盛，勇士队靠着陈佑伟招牌的抛投。很快的拿下两分，边都休兵了一段时间哦。现在勇士队变阵，结果猎鹰传出失误，这个眼控雷霆万钧啊！沃特斯还要到了对手犯规，对，这是富邦需要的哦，六比前五分钟来的更好哦。本球找到吴永胜的三分。对，防守带动进攻，当你能够成功。说今天裁判对于在禁区里面的碰撞是比较严谨一点。林志杰的三分球，哇哦！林志杰现在没球，白煞切入滑倒了，又是一个失误。刚刚场地有点滑，现在直接防守逼出来，换上韩杰原盯防，但是两次的转移来到篮底下。吴冠廷外线出手没有，篮板球抢得很凶，金恩出球也很快，林志杰在篮下拜了两下天功，两分摆进篮筐，还是得靠杰哥啊。这个偷跑能够，第二季开始，徐总就培养他。要担任到控球，对，尤其是现在阵容，包括永生跟桂宇，都可以做一个持球的，去做发动的能力哦。蒂伦他其实也有很出色的发挥，漂亮给球来到篮底下，摩尔特利成功吃饼了，要记上金恩的助攻。对，不管是摩尔特利或沃特斯，其实强呢快之外，他在篮底下这种隐蔽性的传球也做得很到位，对，空间感非常好。周桂宇删了郭少杰的火锅。这就是在开赛的前面的几场比赛就比较少。对，我想跟他们洋将更换的阵容有非常大的关系。金恩 crossover 找到 Waters， 三分有了。但对洋将来讲，信心绝对不是问题。对，像这种球就必须要去更稳定的把握。哇，反而是金恩硬解。还示意有犯规的一个可能性，连续几波的攻击，迪蒙都在篮底下非常积极的卡位要求，收到不错的效果。但是金恩他说你有两分，我有三分，对，富邦需要哦，是，所以沃特斯也很难防。Waters 三分出手，个人第二个，哇，没想到富邦开始外围做一个 switch， 好夹过来，但是周桂宇还是找到了空间钻进来，桂宇逆流。Waters 外线出手，个人第三个了。哇，今天富邦在进攻的一样，在外围过多的倒球，那最后机会落在禁区，沃尔特利得分。对，看到一个小倒大，沃特斯不紧张。61-53，周桂宇的短篮差了一点，但后面沃尔特利冲出来买保险。防守逼出来。找到底角，球给志杰，林志杰飞身上篮杀入底线，还是得靠杰哥啊。没错，不看人传球丢到底线的周桂宇也拿下分数。对，现在看起来如果杰哥不在场，一个差距，那现在猎鹰重新获得双位数的领先优势，撩底线，周桂宇把差距缩小到个位数，还能站上罚球线。对，连续了69-61，林志杰这个节奏变化，杰哥杀进来。现在好，表现也非常精彩。上半场14投4中的三分球，现在慢慢醒过来了。底线周桂宇也回进一个三分。激烈的卡位，沃特斯想要摆脱刺砍没有这么容易，但是摩尔特利第二波得分。对，沃特斯跟摩进攻篮下，沃特斯放了两球，第三球总算有了。对，反而其实蛮奇怪的哦，富邦在想要打一个突袭，林志杰，
哇，这一球靠在了郭少杰身上，清开空间摆。林志杰突破被点了一下，在失误边缘，禁区非常的拥挤，最后杰哥硬解成功。也很长的一段时间，今天出现五次失误，李角吴永胜的接球投篮有了。对，终于啊，当你有一个成功的防守，其实带动底线，永胜有空档，谁吃了 wide open 背靠背的三分球。哇，永胜这两个三分可以是错，再送地板，赤凯在篮底下被包夹，打了一个麻辣火锅。的距离，金恩打一个高位配合，现在要靠自己来解决了。哇，有身体上的接触，决定战局的走向。是，金恩送个地板，罗尔特利挑篮挑进框，多的优势哦。慢手运球，金恩杀往禁区，也拿到关键的分数。哇，两勇士队关键的进攻。剩下六秒钟，林志杰找到周桂宇，从外线出手命中三分，这是一记关键的三分球。局抛向篮筐，周桂宇抓下关键的篮板，摩尔特利再抓，篮底下摆进超前比数了两分。哇！五次助攻的林志杰，杰哥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有有。好，杰哥这场比赛，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一度陷入落后，甚至下半场也让飞雷神他手感火烫的时候陷入了一个蛮大幅度的一个落后，但是最后能够追回来而且获胜，你认为这场比赛赢球的关键在哪里？其实球队已经就是安排了很多一些防守的策略嘛，然后场上大家也是都一直很努力去做执行，然后我们也坚持了四节下来，然后把经验整理下来。对，今天在下半场其实有一些区域防守的变阵，那那一段时间球队是如何沟通，以及在短时间内如何把这一个对方手感最火烫的球员给限制住？其实我们在因为飞神他的就是状态非常的好嘛，然后大家就是可能先守个区域二三，然后再变成一定四区嘛，然后去限制他，就是可以拿到球，然后限制他得分这样。对，那谈谈你自己的发挥了。这场比赛攻下了16分，那手感是非常的火烫。此外，其实从球给志杰变成志杰给球，有很多的队友都让你传出助攻，而且获得了你的奖励。这场比赛，谈谈自己的表现。我觉得今天表现可以就是再更好一点，然后把握住就是机会吧，然后希望可以更好这样。好，谢谢杰哥，也恭喜勇士队这场比赛打出了逆转胜。